很多时候我都在忙碌的工作，而忽略了妈妈。今年我想为她做一些事情。嗨安迪，你好，我是来自龙方的，这是你孩子订的新鲜猪肉。慢慢的为他订送新鲜猪肉成为了我们另一个联系方式。喂，咪啊，是我啊。哎，阿伯呀，我看今天可能我来不及回来呢。还要加班啦？今天连上十晚你不回来吃饭呢？今天有很多东西要做，我要赶，所以我再 call 你好吗？哦，这样哦，这样你忙你的吧。Hello， 你好。Hi。我订的猪肉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我先准备。OK， 那我先去换衣服。好 ，Thank you。今天我要和龙放给他一个惊喜。你的新鲜猪肉好了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安迪，你订的新鲜猪肉。Boy， 哎呀，你回来了啊！其实，没什么比盼到孩子回家更欣慰。可以一起准备团圆饭，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与家人团聚才是最重要的。再好的肉都比不上亲生骨肉。龙粉，祝大家猪年风财聚宝。